考年轻族群的消费力，在地知名服饰店进驻立荣皇冠一楼，另外日系服饰业者也进驻地下一楼，将带给基隆民众新的消费地点。这一栋基隆最高建筑立荣皇冠改变了，除了日系服饰进驻地下一楼外，看好年轻族群的消费力，本市在地知名服饰业者租下立荣皇冠一楼引进潮衣，让不少民众觉得这里焕然一新。我觉得变很漂亮，比较想来。对，我觉得这边的给人家感觉很宽敞很明亮。那这栋大楼的话很可惜闲置了很久，那现在刚好就是日商 UNIQLO 它的一个进驻，那我们想说也许我们可以试试看。那这栋大楼它有影城，有秀泰影城，那也有麦当劳，楼上也有蓝鹰商旅，那整个也可以说是年轻人的所有的消费都聚集在这边。那想我们在这边的结构上的话也会安排比较属于年轻族群的一个消费的形式。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个馆呢，我们是设定五个品牌。那目前呢，我就是结合比较休闲一点，男女都可以穿，男生女生都有的商品。那我们走的风格就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带点潮、休闲，然后很舒适的商品。然后目前来讲的话，第一期工程来讲，我是用特卖会来去做这一档，而、整个第二期工程的话也正在规划中。姐妹俩好努力，将各知名品牌引进基隆，看好年轻族群的消费力，也提供优质的地方供民众消费。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